虚实交互，体育联动，中国移动咪咕五 G 冰雪园宇宙冬奥嘉宾天团亮相。1月20日，中国移动咪咕冬奥嘉宾天团主题大片首发上线，韩庚、杨洋、郎朗、王蒙、黄健翔、韩乔生等横跨体育和文娱界的大咖集体亮相。谷爱凌抄写实术智达人 Meet 顾也加盟了嘉宾天团，一起助力中国冰雪。据悉，这也是全球奥运会直播历史上首次有术智达人作为嘉宾现身的一届盛会。作为2022北京冬奥会官方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将通过体育跨界虚实交互的联动，为即将到来的2022冰雪盛会吹响集结号，助力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从零下8摄氏度的短道速滑赛场，到18摄氏度的观众席，从跌倒失落到冰上滑翔，在中国移动咪咕的冬奥嘉宾天团主题大片中，赛场内外的温度串联起中国冰雪健儿征战冬奥的心路历程。中国冬奥首金得主杨洋在片中惊喜现身，背后的奖牌见证了他勇夺59个世界冠军，实现中国代表团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的热血与荣光。6年前，他还曾作为北京申冬奥陈述人之一助力申奥成功。在杨洋之后，擎起中国短道速滑大旗的王蒙也在概念片中再现高光时刻。作为冬奥会短道速滑项目四枚金牌得主，王蒙曾接过中国优势项目的接力棒，在冰场上写就无数荣耀。而中国移动 5G 冰雪推广大使谷爱凌作为冰雪赛场新星，则正在向冬奥这一世界顶级舞台发起冲刺。就在近期，谷爱凌以37天收割6金2银一铜的成绩，完成自己在北京冬奥会前的本赛季所有比赛。此次中国移动咪咕以谷爱凌为原型打造的 5G 冰雪术智达人 Meet 顾也加入了嘉宾天团，将走进演播室陪伴观众，直击中国冰雪健儿的拼搏姿态，感受薪火相传的中国冰雪精神。为了让观众畅享冰雪盛宴，中国移动咪咕还邀请到黄健翔、韩乔生等解说名嘴，为大家带来专业有趣的赛事内容解读。黄健翔以富有激情、信息量大、专业性强的个人特色为广大体育迷熟知，而韩乔生则健谈风趣，解说风格自成一派。两位解说大咖同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令人期待。嘉宾天团中的韩庚和郎朗近期在中国移动 5G 冰雪助威曲准备好中用音乐点燃冰雪激情，世界顶级钢琴大师郎朗以气势磅礴的钢琴演奏为开场，韩庚作为 5G 冰雪推广大使倾情献唱。他们通过振奋人心的歌声和激昂热烈的旋律，向世界传递出我们已准备好的最强音。此前，在2020欧洲杯、东京奥运会等国际顶级赛事直播中，中国移动就为广大观众打造了重磅嘉宾阵容，获得了体育迷和大众的广泛好评。走进2022，蓄势待发的冬奥咪咕嘉宾天团同样备受瞩目与期待。作为2022北京冬奥会官方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将通过咪咕视频、摩百合视频、彩铃视频、铁三角全亮全场次超高清直播冬奥盛会，开启虚实交互体育联动的 5G 冰雪元宇宙，与全国观众共赴一场充满速度与激情的冰雪盛会，以文化加科技助力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